买了这么多狂额了，兄弟们，今天能不能发家致富就靠你们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翔哥，今天我们来干点嘛呢？哎，看粉丝点的，翔哥我就觉得刮刮乐有意思，刮几本呗，刮几本，你这么瞧得起我？兄弟们，500一本，买了5本啊，这回下血本了哦。一共花了2500，这个最高40万。规则非常简单，刮中对应的图案，相应多少金额就可以获得多少奖金。水晶，老婆的手链，我的手链，结婚戒指，再来一个手链，女儿的长命锁，再配一条金项链，手表也给戴上，看见没？知道你们刮刮乐为什么刮不中了吧？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这都是我和我老婆结婚这9年来买的各种各样的配饰啊，全身家当都在这里哦，汇集所有能量集于一身。第一本最高奖金30万。哎，果然有用哎，第一张就中20块，呜，显灵了，显灵了。OK， 继续。我这里中了20，但是被我撕烂了。这还能兑奖不？我的20块啊。OK， 第一本全刮完了，有这么多中奖人呢。对，没中奖的更多。算了一下，汇了100吧。要你们有何用？垃圾。按理来说不应该啊。哦，刚刚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花钱买的，所以他刮不中。那我们一定要用赚钱的东西来刮。银行卡，这回靠你了，兄弟，想清楚，刮多少进多少，好不好？好，刮这一本最高奖金25万。哟，又是第一张就中奖了，10元，显灵了。虽然只有10元，那好的开始嘛，继续刮了。刚刚这里刮中20元，但是保安区不小心被我刮开了。他说保安区刮开无效。我那怎么办？这还能兑奖不？我的20块。第二本刮出来230，啊，行吧，又亏270。我捡到呢，我知道了，刚刚肯定是气氛不够好，太压抑了。刮奖，那我们就要欢欢乐乐的，对不对？要让这个正能量充满这个房间。喜相逢，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。看，一下就中50，哇！看见这个能量没有？哦。超级正能量哦！我每次刮第一张都会中奖，不过这次中的最高，我觉得非常有机会了。好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上了别上了别上了，这一本刮出才买，行吧，又亏200。刘德华负责，你有一半的责任，叫他打钱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求人不如求自己，哼，知道什么叫吸引力法则，就是只要你深信一件事情，它就一定会成功。刚刚用那些刮为什么不中奖？那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相信，所以你才会用那些方法。那你怎么中奖？从现在开始向宇宙下一个订单，我就是这个40万奖金的获得者。哦，相信自己，心里面要有那个吸引力，那他就一定要让你的大脑相信自己啊！求求我啦，啊，让我中一点吧！跪一下，刮一张。哎呦，有中了好几个哎！哪里？哇，每一个都有，通杀！哇哇，不跟你们开玩笑，朋友们，自己打好神奇，每次刮的第一张都有。你们就是这一排，每一排都中。1、2、3、4，5，就这一张中了100，果然要求自己，看见没？果然相信自己就是最好的法则。主打的一个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好，刮完了，这个果然是中奖最中的最多的，330，还亏170，拉倒吧，毙了吧，毙了吧，啥玩意？上海财神庙，昨天经过统计了一下，前面那4本已经亏了860了，最后能不能回本就指望这一本哦。哎，刚刚进门买票时，那个大爷看着我拿着一本嘛，刮刮乐，他跟我说要先烧完香再刮，行吧，这香又花了我80，哇。保佑我中奖中到8000！哎呀，快挂！哎，又中10块。80 minutes later。咋样？刮中了好多？250。花了2500，最后刮了个250。这是财神爷给我的暗示吗？拉倒吧，没什么用。